早前为公益金筹款挑战跑100层楼梯，仲筹到100万港元善款的黎明，呢日就以名誉副会长的身份出席香港公益金第50届周年大会，吸引了大批传媒到场。穿着西装牛仔裤的 Leon 和一班公益金董事和委员会成员等入场嗰阵，都有停落嚟应媒体要求影相。不过当被记者问到对韩国双宋 CP 宋仲基和宋慧乔日前突然宣布离婚有咩睇法的时候，和乔妹相识多年、份属好友的 Leon 就拒绝回应，只是回头微笑了一下就入了会场了。